接下来输的一组会组内决定淘汰一人离开飞行中队的学习。控意识淘汰还在继续。我并不想淘汰谁，但是我只想赢。真的我挺崩溃的。我走，你让我先完成比赛。别走啊。哎，对啊，对第一这种渴望是非常可怕的。突发状况，不知道你们出什么事了，刚才给我通知说先去开个大会。你们快点。队内召开紧急会议，依据纪律条例、飞行员管理规定，紧急研究决定，对做停飞处理，立即收拾行李离开部队。旅客车辆已经到了楼下，请立即收拾行李，5分钟后出发。遭遇离队危机，规则是淘汰一个人，现在演变成回家。王威带出来的兵到这个部队被人家搞回去了。星期五晚 ，vivo X9 真正男子汉第二季第3站，争当飞行员。